大家好，我们宅子嘴。那今天呢，算是我自己私心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个东西哦。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我非常喜欢一个声优，就是佐山奈央。他同时也是歌手，那他的专辑我几乎每一张都有买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开箱他的专辑。那同时呢，我还有买了一个新的团体，就是 Hakone wa Lily。这个团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由 Kodoha 跟 Hano 两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。那他们两个原本是翻唱的一个歌手，现在呢，他们也有出到自己的作品。然后这次的单，他们这次出的单曲就是动画《不会拿捏距离的阿波连同学》。那我们就事不迟疑，来开箱吧。那这次我总共买了好像8张 CD 吧，就是包括他们出的新，东山那样出的新专辑，跟 Hakone wa Lily 的6张专辑，因为他连我连他们以前的专辑都一起买。哇，好多东西。我一个一个拿出来给大家看吧。首先第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东山奈央的新专辑。那他这次的专辑是配他的小书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动画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。就等一下再来拆。那下一张的话，也是东山奈央的新专辑，它也是他5周年特别企划，总共这次出了2张专辑哦。Yu Xia Yamemasu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歌，其他歌都差不多啊，但是就是有一两首不一样。但是就为了这两首，所以我就是2张都买。你看，这是第一首是 Ano Hino Kotoba 跟 Growing 还有夜光。那这首的话是这个。然后呢，再来的剩下就是都是我们的 Hakone wa Lily 的了。这2张就是他们这次的新的《不会拿捏距离的阿波连同学》的单曲，可爱吧？那我觉得这个商家真的是很会哈，他就是2张专辑，但是稍微有一两首歌不一样，就出2张，所以没办法，然后2张都买。然后再来还有他们的这3张都一样的，都是同一张专辑，他出了3种版本。那因为三种的歌都有不一样，所以我3首歌都买了，总共3个。那剩下3张哦，是他们，这也是Hakone wa Lily 之前出的2张新专辑，2张专辑。那我也都是。是，想说顺便就把它买下来。还有一个是这个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买来的特点。东山那样的话有附这个明信片。跟胸章，大胸章，一时间忘记它叫什么。哎，还有一个，我买了2个。
那这次 Hakone wa Lily 哦，他有出一个特别活动，就是买他预购他的专辑的话，就是有机会抽到他的亲签的胸章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怎么中吧，因为我总共买了三个嘛，三个，希望我会中啊，没错，第一个，嘿，哇，看来是没有的，第二个。哎，哇，这也没中，难过。最后一个了，真的希望能中到亲签呐，他也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团体。嘿，哇，三个都没有，没关系，虽然这样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团体。啊，同山那样的还有一个，然后这是卡库尼瓦莉莉的特点，就是类似明信片的东西，不错。那专辑我就不拆了啦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，然后呢，我也可以再跟他们慢慢介绍一下。那呢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还想看我开什么更多的影片，或是开箱更多的东西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